谢谢，阿妹，我们又再见面了啊！哈利路亚，今晚上，赶快敬年轻人的敬拜，兴奋吗？兴奋！哇，跟着年轻人走啊，越走越健康，越走越年轻啊，阿妹，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啊，怀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我们的神，阿妹，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的，配得我们赞美，阿妹。哈利路亚，所以上个才上个月来嘛，上个月才来嘛，对不对？上个月才来，还有谁记住啊？上个月来的啊，不是我讲什么主题，忘记了啊？这样快啊？上个礼拜吃什么啊你？啊，有来没有？有来嘛？很多个我看到都有来的吗？对吧？对吧？有吗？啊，都有来的，阿门。上个礼拜啊，上次不是来跟我讲什么？凭信心哦，我听到凭信心讲了，来给他一个掌声。阿门。我们行事为人是要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对吗？阿门。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要跟你们讲呢，就是要来什么分享属灵的排毒。啊，现在很多人注重身体的排毒，对不对？啊，健康啊，减肥啊，对不对？都要去了解，对吧？啊，所以现在很多人注重健康，都要排毒啊，找一些排毒，对不对？啊，身体的健康，啊，要减肥都会找一些排毒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否有看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也需要排毒？还没，因为我们会中毒嘞，听懂吗？还没。好，所以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来我们祷告一下先。天父，我们感谢你今晚上的机会，从头到末交托给你，你敞开我们的心，给我们有一个渴慕你的心。主啊，你说过渴慕你的心必得保住，那今天晚上每个人来都遇见你，得着你，他们的心都得满足了，回去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主啊，一切的不属于你的完全要被洁净分别为圣，那你今天晚上你的血你的道你的灵来洁净，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祷告，阿门，阿门，给耶稣一个掌声。今天晚上要跟我们讲一个主题呢，就是要季节消极，阿门。消极是不是一个毒素啊？在你的思想如果一直存着消极，对你的灵性，对你的生命，对你的健康都带来一种不好的坏处，好没？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季节消极。我想问你，今天你打开新闻，打开报纸，你听了世界的这些的各样的消息，是消极多的还是积极的多？消极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排毒，我们会中毒耶，好没？所以今天感谢主，跟你各位讲，你能够来到教会听到神的话，跟你隔壁的耳朵，你要打开你的耳朵来听。阿门。因为今天晚上是属灵的排毒，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在世界里面呢，都听到了一些的负面的一些消极的东西啊。如果我们不去把它排出去的话啊，我们会慢慢的让这个毒素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心灵，影响我们的生命。好，导致活在，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呢，很多呢人呢都多少呢都会有稀少的忧郁或者是焦虑啊这个状况啊，因为不是通常有去一些的那些医院啊拜访啊，所以都会了解了一些很多的这种状况，甚至有些很年轻哎很年轻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局面嘛，对。好，其面的带来一种的消极的一种的负面的一种的的环境里面啊，所以我们在尤其在这个马来西亚，你看经济一直萧条，一直萧条啊，可是都钱一直萧条，问题的东西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啊，对不对？那个油一直涨哎，所以呢，今天你打油一打下去，哇！对不对？没有得用啊！你看，银行叮叮出来1000块，那边买的没有，没有了喽，1000块没有了喽，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活在这样的消极里面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怎样的怎样的每一天这样过下去呢？怎样去勇往前进呢？怎样呢？
Amen? 如果我们让这个消极影响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呢勇往前进、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选择什么？拒绝消极。 Amen? 我们可以选择的，今天呢，你看到小鸟飞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因为这个是难免的，会有的。可是小鸟要在我们头上做窝，我们可以阻止吗？可以吗？可以还是不可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消极的东西会来，我们是免不了的。可是消极要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拒绝？可以拒绝吗？如果你不拒绝的话，你不选择拒绝，你就会受它沾污，你就会受它影响，你就会受它毁坏。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选择，来，我们听下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有三，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神的口像是流星发出，阿门。如果你这个外面消极的东西，你不去拒绝，它进到你的心，就完蛋了，因为心脏阻塞就停顿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心脏阻塞就停顿了。所以今天呢，为什么很多人排毒？不要让这个毒素继续进到我们的心脏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受保守，现在是保守的。外来的东西要进来，我们必须要懂得怎样的选择。这个是一个选择。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环境，马来西亚的环境里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每一天呢，都是天天难过，天天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带着消极来过每一天。我想问你，你每天带着消极的想法、消极的态度来过每一天，你的天天过是好过还是难过？难过。难过，为什么你还要这样的过？问你隔壁，为什么难过你还要这样的过？为什么难过还要这样的过？为什么有些人他们活了一样的跟你活在这个马来西亚的环境，对不对？一样活在马来西亚的环境，身边我们每一个环境都是一样的，我们每天面对的这个环境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每天听的消息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些人每一天过得很积极、很认真、很勇往前进？因为他们选择什么？拒绝消极。拒绝消极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两种人面对一种的环境，可是两个人的反应不一样，看到吗？跟你各位讲，这个是一个选择。阿门。啊，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有些人会选择要笑，有些人选择不要笑，还是很酷。这个是他的选择。很多人来到教会呢，他们在选择来听神的话；有些人来到教会，人来心不来，这个也是一个选择，对不对？今天最好的信息能够领到你，我告诉你呢，你要敞开你的心，你要选择。Amen? 你要选择，你就能够得着，因为你要选择最好的。Amen? 所以今天呢，你一定要选择拒绝消极，你才能够保守你这个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重新化出。Amen? 所以第一个要选择拒绝什么？本地来，一起来，拒绝听消极。Amen? 我想问你，听消极的东西会导致你开心还是不开心？不开心。导致你信心消退还是有信心？信心消退。所以今天我们要选择的话，不要去听那种消极的话。Amen? 所以我们看到了听消极的影响、哦、我们看来读一下《民数记》十四章第十节，看哪一个 ？OK， 按这样讲啊。OK， 来，我们读这个神的话语，来，一起读来，大声读来，《民数记》十四章第十节，一二三，但前未做，后做，哪是我打死他们的人？然而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阿门。所以我们看到了前会众为什么要拿石头打这个两个人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这个两个人是谁？哎呦，你们都没有读圣经啊，所以我要考试一下啊，有需要考试一下就知道你们有读圣经没有读圣经，阿门啊。所以我要跟你们讲，要多多读神的话，阿门。所以不要忙到了连神的话都忘记啊！因为神的话是很重要的。耶稣讲了，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为什么我们一直活在消极里面呢？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去抵挡这个世界的外面的这种消极的东西，明白吗？阿门。所以我们如果有神的话，我们就能够抵挡胜过这个消极的东西，我们就有信心呢去面对
去胜过去解决这个问题。阿们。所以神的话是很重要的，这两个人就是加勒跟约书亚。当时为什么全会众会受影响，要拿石头丢死这两个人呢？打死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十二个人呢，群中十个跟加勒跟约书亚十二个人，神拣选他们进到迦南美地，去那个地方哇，归他那个地，神要应许给以色列百姓进到那个美好的牛奶隐秘之地。可是十二个人出来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呢，都什么？跟摩西跟全会众告诉他们一个不好的信息，就是小心，对不对？所以开始呢，引起了全会众来听到嘞，引起了全会众。今天你听到马来西亚的消息，你是不是全会众的在哪里？整个局面都看来什么消极的那个局面呢？看到吗？整个消极的局面，所以很多人活在提升调侃，很多人呢不真实的东西呢都被那些人讲到真实啊，所以一直活在那种提升调侃，晚上睡不着，吃不下啊，所以呢活在那种情况里面，所以活在那个提升调侃里面，会不会啊？ Hello， 会还是不会？当时的状况就是这样的状况。为什么这些钱会重要呢？试图打死这两个人呢？因为就是听那个消息的话。Amen。 所以我们不要听这个消息的话，我们就要选择拒绝了。只要拒绝，用神的话你来代替啊。哎，话就哎，可以吗？好，来，我们再读一下《约书亚》。约书亚二十一章四十四、四十五，来一起。耶和华。你懂得信靠他，照着他的话去行，你会看到呢，你会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你有神的应许。跟你各位讲，你有神的应许。你有神的应许。阿门。所以神的话永远不会落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神应许，你看吗？那两个人，神那些人全会重要的，试图打死这两个人嘞。这两个人没有逃避，没有放弃。甚至呢，他们继续抓住神的应许，神对他们所说的话。我想问你，神拯救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是不是应许要给他们进到迦南美地吗？是不是？是不是？是。Hello， 今天神拯救你出来，从罪恶、从魔鬼、从那个黑暗的权势里面出来，神是不是要带领你进到丰盛应许所命定的父里面？是不是？阿门。为什么很多人得不着？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所说的应许，他们遇到一点点问题，听到消极的话语，他们就打退堂鼓。他们打的鼓就是打退堂鼓，不是打那种敬拜赞美得胜的鼓。阿门。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就是要选择听消极的话，他们不愿意选择听神应许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迦勒跟约书亚最后带领二十岁以下的他们进到神所应许的地里面。阿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神拯救我们从这个黑暗痛苦里面，被魔鬼折磨，从罪恶捆绑的那种的自我糟蹋的状况里面救我们出来。神就是要让我们得到应许丰盛的生命。阿门。这个是神应许我们的，每一个人耶稣来就是要给我们得丰盛的生命的，明白吗？神的应许永不落空的，神的意思绝对不会落空的，神的话语加定在天中不改变的。神的话语呢，几千年以来呢，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如果神的话落空了，这本圣经早已被毁灭了，不能够再讲了。很多人考古学家
就要去考验这个圣经所讲的话是不是假的，是不是骗人的。最后呢，他们考古呢，最后呢，神的话每一句话呢都没有落空的。阿门。所以神的话是安定在的，我们今天的信仰呢，要建立在这个神的话的应许里面。你抓住神的应许，神怎样跟你说？阿门。神怎样他要什么应许要赐福你，一句话都没有落空的，都会应验的。阿门。所以今天你看到为什么我们能够继续呢？勇往直前，我们能够继续在。所以呢，可能你们不知道我很多人不了解牧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一个背景所以我已经服侍了大概二十多年，可是呢，12年呢，我就离开这个服侍，我就自己做自由传道。做什么叫自由传道？12年就是没有薪水的，走信心的路。12年，你看好了，12年呢。那3个礼拜我不是讲了，神出我1200多千的家，对不对？但我开始的时候呢，我现在有3个孩子，我一家有5口，但是呢，我刚刚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还没有家人，我还自由传道的，没有家，还要跟人家出家，对不对？租一个5楼，在五楼嘞，5楼是没有电梯的，走路上去的，每天我要抱我孩子呢。1岁了，我一想孩子大大这小孩子刚才那个小孩子跳舞很开心的要这么单纯相信神，神怎样讲就怎样成就。你这么单纯相信神，神喜欢。阿门。你要相信神跟怎样跟你讲，你单纯的相信，你依靠他，你会看到你在环境里面，从环境里面变成转机。神的话语告诉你的，你在镜头里面他要什么？神的开始，你相信吗？ Hello。很多人信不过神所讲的话，他甘愿相信这个假的话，骗他的话，导致他消极的话，他不甘愿听神的应许的话，让他继续勇往前进，能够经历神迹。Hello， 基本上一天呢，一个人会听到几种声音？哪里两种？4种声音啊！第一种是神的话，第二是魔鬼的话，第三。世界的话，新闻、报纸、电视机，打开新闻，完了，死掉，没有救了，没有要救了，每天跟你讲。很多人喜欢听那种嘛，很多人喜欢看报纸，不喜欢看圣经，很矛盾的。跟你讲，你这个人很矛盾，真的很矛盾啊！神的话这么好，你不看了，神的话是宝啊，你有买过东西需要说明书吗？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说明书啊，每一天每一个问题啊都能够解决啊，你相信吗？不相信我不会服侍到今天20多年了，12年我走信心的路，没有拿一点薪水的。阿门。阿利路亚。可是上帝呢，在3年前，大概是3年前、4年前供应我一个家。200多千，连个名位我都不用给了，1毛钱都不用给了，有没有？应该说啊，你们呀，我在那种消极的环境，在那个没有可能的环境，在那个凄凄惨惨的环境，我还是信靠神，因为神的话已经不会落空。所以如果神的话有落空的话，我讲的话就是骗你，上帝的话绝对不会骗你的。阿门。神的话不是我们来讲理而已，我们走出来的，我们活出来的，我们经历到了，神的话这样讲就这样成就。阿门。是你信不过，你说你是你信不过。阿门。信得过来前就有神迹了。阿门。清楚吗？神的话有不落空，我们再读一下4章14节，来一起读来。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你以色列家的话，一句没有落空的，都要应允。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所以你看啊，一个没有读神的话语的人，没有去听神话语的人，他一天虽然他是基督徒嘞，他一天听了3种话，少了神的话，少了话什么话？第一个魔鬼的话，第二个世界的话，第三自己的。你自己这个人信得过吗？你所想的东西都是负面的隔膜。阿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去听神的话。阿门。所以神的话是积极的。阿门。神的话能够代替。阿门。神的话能够拒绝这个消息。
阿们。如果你去读神的话，你去听神的话，你就会看到吗？这个消气自然的什么排毒啊？神的话就是一个属灵的排毒啊！阿们，跟你各位讲，神的话就是一个属灵的排毒。神的话就是一个属灵的排毒。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神，神给今天我的孩子已经读中学的十四岁了，哎，神一岁呢，没有家，什么都没有，哎，自己做自由传道，没有薪水，哦，讲从，如果那个消气的东西一直扣住我，我活不下去，我走不下去，哎，我没有办法今天在台上跟你讲神的话。Amen， 明白吗？因为神的话是真的，他的应许我们相信。就像我想问你，神拯救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他们是不是要经过一些一个环境，一个过程的考验？看来四方面都是消极的，在旷野里面四十年没有东西吃，哎，没有种，没有收。可是上帝的应许从天上掉到马纳，每天都供应他们，对不对？Amen？ 可是一般人还是不相信，就是什么死在旷野里面，他们进不到应许之地，看到吗？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神的话代替了消极。你要怎样解决消极呢？就是要有神的话。Amen？ 所以要努力可恶的去读神的话，因为神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Amen？哈喽，可以吗？还是听到神的话你就没有心气，不要睡觉了。有些人呢很厉害的，他一读圣经就睡觉了。好，他读其他的东西不会睡觉的。你说话了，不要祷告了，要多祷告，哎，多祷告神的话，哎，哈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活在积极里面，还是要活在消极？积极，这个是一个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选择。Amen？ 有些人要活在寂静里面，有些人要活在消息里面，这个是个人选择。Amen？ 所以呢，你选择要去相信神的应许的话，你就依靠神的话的应许而活。Amen？ 所以你就不会活在消息里面了，记得吗？你不会活在消息里面。我想问你，你一直活在消息，你会看到神迹吗？不会。不会，为什么你还要消息？Hello， 你们知道神是行神迹的神，神是行神的神。你知道神消气不能够行神迹，为什么你还要消气 ？Hello， 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神迹，可是我们又消气，不能够看到神迹。Amen。所以每一天你的听很重要的，所以你要怎样听到神的话？就是第一个，你要来教会，跟你哥讲，不要停止机会。如果你一个月才来一次教会，你想听到神的话，平常你都没有读神的话，你没有听到神的话，一天你会听到四种声音，除了扣了神的话，剩下三种声音，魔鬼跟你讲话是积极还是消极？世界现在的企业跟你讲话，新闻是消极还是积极？消极。你看，所以我们一直让这个消极一直来污染我们，所以我们活着不健康，看到吗？我们活在属灵生命不健康，基督徒的生命不健康，我们的生命不健康，看到吗？还没。所以我们怎样去得到这个神的应许呢？没有办法，还没。所以第二点。来，我们继续出来第二点，一起拒绝看消息。阿门。来，一起读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三节，一起读第二章。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述人是伟人，他们。
们。如果看消息，你看他，他们看到那个地方的人呢，亚纳族人那边的伟人，是伟人的墓地，所以他们看到自己的话，好像这样的。今天你是面对这个东西，你看到这个东西很困难很大。今天你是不是看到你很微小，不能够去面对，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消极的东西呢，你就会产生呢，来影响你个人的。你会看到你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看到你自己没有能力，看到你自己很没有用，看你自己没有可能会胜过去面对这个事情，看到吗？所以看很重要的，你这个就是看消极的，看消极的。尤其现在呢，我看到呢，电话一拿起来，每个人在干什么？看消极的，每天你看到现在的人呢，感情很破了。现在呢，夫妻的感情呢，亲子的关系呢，很破了。为什么呢？关系也很破了。你看他关系那个爱的关系呢，很消极的，因为看影响了。你看出门啊，几个朋友坐在那边都是沟通，是什么？用手机沟通的。每个人在吃东西都是在看手机的呢。好，在家里你看啊，老爸也是像孩子也是这样子，我俩看同一个手机，全部看消极的东西，关系会产生的话，消极的嘛，我们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啊，慢慢的退化，看到吗？严重哎，今天我们看到呢，亲子关系、婚姻关系很严重哎，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科技。电流的东西呢？一天你看啊，很多人都可以在那个电话里面花几个小时，问你个病花几个小时，再看那个消息的东西，跟你的太太呢，跟你的丈夫呢沟通没有两句。你看你关系，你把你的时间全部在那边的话，看那种的东西。过了你的世界经过一几个钟头在那边，你还有话跟你隔壁那个讲吗？还有没有？没有了。你看啊，你就觉得什么？几久没有跟你太太、跟你丈夫讲我爱你了？坦白讲，今天不是给你机会了，只有夫妻啊坐在旁边了，没有不要乱讲爱。拍拖的时候呢，那个电话我爱你，我爱你，讲到不要停，要盖电话要爆掉了。现在呢，要讲一个我爱你，这样困难了。现在不是给你机会的，讲啊，我爱你，不行，给他们一个掌声。给他们一个掌声，有些人还是讲不起来，心话不要讲了，心话没有讲爱了啊。真的，尤其是姐妹啊，他们喜欢弟兄讲了我爱你。懂吗？早上起来讲，大家我爱你，你越来越年轻了，越来越美了，你煮的菜越来越好吃了，阿门！哇，阿门！哈利路亚！早上起来，大家跟丈夫要去做工的时候，丈夫哇，你很帅了，你越来越冲劲了，哇，你越来越努力了，阿门！我爱你，哇！我想问你，丈夫听到我爱你这句话出去打拼，会不会有冲劲？会不会？会不会？如果太太早上起来，在听到你丈夫讲我爱你，他在家里煮菜，晚上你回来吃的菜是好吃还是不好吃？为什么你不要多讲爱？你听到？所以呢，你们看到吗？每一个人都在看消极的，讲得积极的，请各位弟兄。看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一群人看到那个敌人啊，那个地神应许之地呢，那个地方呢，神原本要给他们进去应许的。我想问你，如果神不能够让他们进去，他们怎样进去十二个探子进到里面去窥探，拖出来？如果那个地方的人能够胜过以色列百姓，能够把以色列百姓吞下去，他们怎样走出来？他们还能够回来报消息吗？能够还是不能够？不能够。你看他们有时觉得很矛盾啊，他们已经走进去了，看到那个地方了，神保守他们，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怎样去看到每一个地方大大小小的东西，那边的人，那边的水果，那边的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边的野人，那边的人全部看到。
可是他们最后还是能够走出来的。Hello， 神的门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经历，可是他们出来的时候呢，还是报告了消息的东西，还是看到那个消息的东西。所以很多人看东西呢不一样，你戴黑眼镜看东西是黑的还是白的？Amen。你戴蓝色的看呢，是蓝的还是什么？蓝的，看到吗？有些人的眼睛特别的，那个纸白白啊，一大层在那边，只有一个黑点在那边。抬开眼镜，人家问他，那边有什么？黑点哦，黑点哦，一看眼镜就是黑点，整个纸白的，他没有看到。他是一看到你就是黑点，所以怪不得啦。所以我们看到，有看到那个白纸吗？整个白纸只有一个黑点罢了。你看到什么？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有些人看的只是小气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眼睛呢，要转移来看神的话，看神的创造，看神的作为。你明天早上起来看到什么？看到上帝创造的完美，看到上帝的美妙的，神每一天都给我们新的，你有看到吗？神每一天给你的生命都是新的，神给你每一天的气息都是新的。你今天能够早上起来能够看到，是不是一个神迹？有些人躺下去，明天就不能够上来了，是吗？阿门。所以今天每天早上你起来还能够看到东西的，证明你还活着，你会讲。阿门。阿门。阿门。虽然那环境全部消极，你只要活着还是有希望的。阿门。你明白吗？你不要讲什么吗？所以你上来你要看到神，因为神让你活着，只要神让你活着，你就能够做这个做这个。阿门。你就能够去这边去那边。因为神会与你同在，虽然现在的环境消极，可是神与你同在的话，你看到神，你会依靠神， Amen。 所以问题就能够有变化， Amen。 问题就能够有改善。我想问你，你们最近有听到那个周杰伦新年什么？周杰伦懂吗？懂。原唱世界歌的，他的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以前呢，就是给这个世界啊迷惑嘛，对不对啊？给世界拉去路，啊，走了啊蛮多年的这个世界的路啊，乱七八糟。你知道他们在演艺圈里面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那种罪恶的环境。可是他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看好这个孩子，他不断的为这个孩子祷告，不断的关怀这个孩子，不断的有机会去传福音给这个孩子。不断的鼓励这个孩子，啊，最后呢，周杰伦呢，被神摸着，生命改变了，Amen。所以今天他还成为福音的歌手，Amen。还有那名耶稣，Amen。所以不要看你，不要看你的孩子没有用尽的，不要看你的老公没用尽的，不要看到你的太太没有用尽的，你要看到呢。他是有希望的，不要看到消极的东西，明白吗？你的眼光不会错的，明白吗？你的眼光不会看错的，还是你现在觉得你看错了？啊，你不会看错的。尤其他今天信了耶稣，这边还有谁没有信耶稣的？有没有 ？Hello， 哇，感谢耶稣，耶稣爱你，感谢大家，掌声。其实坦白讲呢，今天你看到我今天站在这边呢，好，英俊潇洒，我曾经吃过杀的人，我没有信耶稣，我以前的生命走向低谷，走向没有盼望，我是感谢耶稣的，
我是上牧师，就大概两三个礼拜，我就听到福音，因为我的邻居啊，我阿姨的邻居呢是过几天呢，邻居他们华人方面的邻居，我的阿姨是邻居，一个是信耶稣的，所以呢，他就传福音给我的阿姨，我阿姨就告诉我妈妈，啊，就把这个福音传给我。我认识了耶稣20多年了，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耶稣，阿门。说信耶稣，你依靠耶稣呢，你的生命呢，能够从这种消极的环境里面，好，以前我们看的东西都是消极的，你看我们好做了消极的东西，都是看消极的结果，所以最后呢，种什么就说什么。对呀、啊，我们看消息，我们做消息的东西，我们就累积，最后得着的，就是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消息在那边。可是感谢耶稣呢，今天我们生命呢被翻转过来，我的生命呢，被耶稣改变过来，还没？然后能够看的东西不再一样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一个活在要自杀的人，能够今天活着，哎，如果我今天没有讲，你不知道吗？为什么我要讲？因为是真人真事吗？没有骗你们吗？我们信耶稣是做讲真话，没讲废话的。阿门。这个是新时的东西啊，应该要藏起来，不要讲嘛，对不对？好，过去自杀是一个威风的事情，还是潇洒的事情？好了，是一个好的事情，还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讲呢？丢脸啊，对不对？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真的，过去我们是这样的人。过去我们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过去我们绝望的人，过去我们走向自杀的人。可是今天我们信仰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呢从死里重生。阿门。我们从低谷啊掉到低谷，为什么？没有爱。我爸爸是做那种树桶啊，树桶巴啊，以前在40年代啊，做树桶巴是很有钱，所以我爸爸有两个家庭。我在那我都没有爱，回家好像有点那样，对不对？然后没有爱，所以我在那空气里面，我在那个无助里面，就是讲妻子上毒品哦。以前我们这种年轻人，对不对？好，还没参社会党哦，要去找安全感哦，要去找那种爱哦，对呀、啊，啊，我在那种气，我活在那种消极的环境里面，可是感谢耶稣。我落到低谷，落到落魄，落到没有样劲的一个人，可是耶稣基督爱，还是爱我这个罪人，阿门，阿利路亚。所以耶稣这样的看我，耶稣这样看我，不是消极的看我，阿门。所以你今天信了耶稣，耶稣这样看你，你要怎样的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你的家人，阿门，明白吗？你要用神的眼光，神怎样，我想问你，神在什么情况？拯救你 ，Hello，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什么情况拯救你？遗忘，绝望啊，遗忘。为什么在遗忘他救你？因为他看你是有希望的，明白吗？还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丈夫，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妻子。你不要用那种世界的观、以前的传统、原生家庭那种观念来看，你一定完了。因为人看呢都是玩的，尤其用魔鬼的思想来看呢，你更玩了。魔鬼来知道偷窃、杀害、毁坏了，明白吗？阿门。你要用神的话，你要多读神的话，神的话语呢能够让你有清净的眼光。阿门。你就会看到希望，你不要看到消极的。你看到消极，你就看没有办法看到希望。完了了，我的丈夫完了了，我的妻子完了了，我的孩子完了了，不是玩。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讲玩，他讲成的。阿门。坐在耶稣里面是有希望的。你可以给耶稣一个掌声吗？就像周杰伦一样，他妈妈看到希望，因为他不信耶稣了，他是一个虔诚的妇女，他祷告，他看到这个孩子有一天他要遇见耶稣，他能够改变的。阿门。就像我遇见耶稣一样，原本一个要死的人。对不对？有钱这种东西没有用，要
死的人还有钱怎么用呢？还有个明星你们认识吗？哥哥认识吗？张国荣认识吗？从40多楼掉下来，看他的报纸，为什么这个人有名有势？他的家产有多少吗？香港3亿，3亿家产，换了马来西亚多少亿啊？为什么这个人会从40多楼跳下来？叶倩文，听过他这段往事吗？他曾经也抑郁症3年，关在房间，不敢开灯，不敢见人3年内。最后他信了耶稣。我听过他见证，他很后悔呢。他跟张国荣是个好伙伴来朋友。他讲他很后悔没有传福音给张国荣，所以他信了耶稣，他没有传福音给张国荣。所以张国荣从那个40多楼跳下来死掉。叶倩文呢，他信了耶稣。这句文，他的见证太久，他信主了多年了。好，他曾经重于抑郁症的3年内。3年，你不要看他有钱有色的人，他们不会重于抑郁症的，他们的压力更大的。他如果他们没有耶稣，他们看的东西呢不消极的话，他们真的会被这个人有钱有色不能够救他们呢。还没？我们曾经我说的是一个在古来呢，一个金店的老板，金店老板呢，他有3间金店的，共3间还是4间金店。他还有自己打工，打那个金的，打金的工人呢。他自己没有信耶稣呢，每天都活在消极里面的。股票上他们就积极，他们是看环境的。股票上就积极，股票下就完蛋了咯。每天抓住那个金啊，所以他只是每天抓到金，抓到那个钱都金发金失掉了。每天不爱妻子，不爱孩子的。最后呢，搞到家庭有钱有金没有用，他的妻子呢？好像那个关系没有了，每天都是透明的。孩子呢，也是给他们自然长大了，自然长大的话，好像阿朱阿果自然长大了，对吗？最后他的孩子有一个吸毒，他孩子有钱了，4间金店的老板也没有钱了。你不要以为有钱的人的家人就很好，你看罢了表面的，对不对啊？好。其实每一家家庭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不对？可是有圣经呢，就能够什么解经呢？还没？如果没有神的爱经道、神的话语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明白吗？还没？所以他的孩子有一个吸毒呢，过后呢，因着这样的状况，搞到他金钱不灵，最后他逼不得已呢，要去找福音的管道。最后他的孩子呢，信了耶稣，就是从他孩子信了耶稣，过后呢，这个福音的种子呢，就流到他们家。所以呢，他开始呢，慢慢他太太先进主了通常都是太太先进主嘛，因为孩子啊，过后他陪他太太去教会了，他没有信的啦，陪他去太太去教会开始慢慢的嘞，慢慢的信主，哇，听到主也去上课，也是听神的话，也去上课程追求。他太太很渴慕，很追求的，所以他并不得已，他太太每次要去上课程，要去听神的话，他都要载他太太去，所以没有办法了，一直跟紧的，自己也被神的爱触摸，也被神的话也苏醒的，最后的生命改变了，开始呢会爱他的妻子，开始都会爱他的孩子。以前他有钱，你讲他4间旅店呢，4间金店呢，他没有经过旅行的，他在complain，每次complain的来小组我们的小组在去年才跟我们一起牧师跟他们一般人小组的人才去泰国旅行罢了的，去泰国旅行，他在那每天complain的，每天抓住那个金呢。你今天不敢放了，不要放话，我不要掉了，金不见掉了吗？消气了，明天看到我真的消气了。可是今天他信了耶稣，他讲的，以前他睡不着觉的。我告诉你，他虽然很有钱，可是他睡不着觉。可是今天呢，他能够看得开，
他看的东西呢，全部都是寂静的。阿门。因为他认识了耶稣，有神的话。阿门。他开始呢，看东西都寂静的，他开始呢，放得开了，看得下了，所以他才会跟我们去旅行啊。跟你讲，他要去旅行四五天呐、啊，哪里放得下？放不下的。你明白他讲什么吗？阿门。他开始会看到呢，关系重要的，不是钱重要的。今天我想问你，钱能够买到关系吗？不到，钱当然是重要，生活基本重要。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为了赚钱，失去了关系，智能，智能还是不智能？安稳，哎，亲子关系失去，夫妻关系失去。所以这个弟兄啊，他开始信了主耶稣，慢慢的认识了神的话，他还渴慕神的话。现在两公婆很积极的，他大概变成一个小组的组长了，阿门。啊、哦，所以呢，也很热情的去侍奉。他虽然以前高高在上的，狗眼看人低的，现在怎么？所以每个拜山啊，去沙利那边啦，沙利有个慈善店，你懂吗？沙利谁有知道沙利那边有一个慈善店，慈善店的、啊、那种。那种界限的那种人呢、啊？他每个拜山啊，这个老板呢，以前看不起他，年看他就是金了，他的眼睛就是 money money money， 罗马里诺多啊，每天看的就是 money money 的。你想这个人呢，他会走进资产业里，那些哎不吃自知不进钱的人，那个地方呢，肮脏脏的地方呢，他会走进那边去服侍。每个礼拜要听到哦，你看他的观点，他的看法，信仰耶稣，他们都好，他可恶，他很可恶，老实讲，他很可恶。他们现在的夫妻很恩爱，啊，孩子的关系也改善了，因为夫妻跟神的关系和好了，啊，你知道神的爱，他也开始会爱自己的，或者开始会爱下妻子的，开始会爱关心他的孩子的，以前不关心的，只是给他钱，不关心他的，他的孩子怎样，怎样，他不懂了。只是给钱。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青少年、青少女都是这样，尤其现在经济出问题，我们看到家庭的孩子呢、青少年、青少年呢，他们每天的时间呢都没有父母亲陪伴身边，陪伴他们度过那个童年和长大的过程，所以他们不小心他们掺到群里了，啊，而且我们花了那钱了，你看。我的兼职啊，你想象一下，不是赌就是嫖啊，不是嫖就是私会党啊，不是私会党就是吸毒了。青少年无知，你看，好，尤其现在用电子，哎，那个电话，父母没有陪伴身边，孩子每天这什么，对着墙壁了，不是对着墙壁了，他们对着那个什么 iPad 了，对着那个电话了，所以很多人掉进哪里？掉进那个色情网里面嘞 ，Hello， 掉进色情网里面嘞 ，Hello， 今天不是青少年，青少年掉进色情网里，今天很多的老家伙也掉进那个电视里面，为什么？看啊！哎呀，看看没有关系了，跟你们讲，看看没有关系了。不要讲没有关系，护士也差一点掉下去啊！那不小心看到吗？你现在有事，你当然不要谈判，那免费送你的嘞。哎，不要讲你是红利红利啊！我跟你讲啊，你我都是血，有血有肉的。哎，你明白吗？啊，尤其是弟兄啊，一看到就啊。你明白吗？所以不要去看那种消极的，会导致你的。我告诉你，你看那种消极的东西，会影响你的思想、你的心灵，过后影响你的关系破裂。看到吗？还没？所以我看到这个，你看到看到这个消极的东西，影响他自己的，他看他自己也是哇，好像炸了没？哇！
这个以色列人百姓也是神所挑选的呢，是神所挑选他们出来要进到迦南美地呢。既然他看他们自己呢是一个蚱蜢呢 ，Hello， 你看到吗？他们是属神的呢。我想问你，今天世界问题，你是属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属谁的？神。你里面有神，阿门，哈利路亚。在你里面的神大过世界，阿门。你是属神的，你里面有耶稣，外面有问题，还不是有的？圣经在讲吗？在世上有这些苦难、这些问题，可是，在耶稣里面，你会有平安，阿门，会有平安。明白吗？因为你看积极的，你看耶稣，你就会有平安，你就能够去面对这种环境，你就不会活在提升吊胆，你不会活在惧怕里面，不会每天活在睡不着、吃不下，导致你的关系冷漠，阿门，倒退，阿门。来，我们看另外一般人他们看法是不是？来读下来，《民数记》十四章。来，一起读来，有三，窥探那地的人中，论的儿子耶稣雅和，对以色列全会中说，我们窥探经过之地是清净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引进那地，那地原是有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逼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在，不要怕他们。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你看这一帮人是耶稣雅跟加勒，他们看到那个环境告诉我前辈说不用怕，我们经过那个地方呢是一个美的地。你看应该看到神的人知道懂得依靠神的事情，这个消极的局面呢是一个好机会。Hello， 他看到那个地方是美地，他看到那个地方的人呢能够成为他们的食物。可是当那一般人看的话，那边的人是一个伟人，他们看到了我们自己是一个蚱蜢，看到没？两班人面对的事情、看的事情都是一样，可是他们的回应、他们的结果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什么？那个地方啊，地主界我们读下来，地主界第二章，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方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为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阿门。不要怕。如果你看到东西一直消极，一直看消极的，你会活在惧怕恐惧里面，你每天活在惧怕恐惧里面，难过还是好过？难过，每一天都很难过，明白吗？阿门。就好像我第一次呢被捉进那个楼杠嘛，楼杠嘛，这边是有做过楼杠的，有没有？那个警察楼杠有没有？第一次被抓进去，因为以前常常被打嘛，打架的，然后什么哇，那个顾问怕，然后股票不包括人家讲啊，啊，年轻人嘛，年轻人血气方刚嘛，对不对？打架乱七八糟，最后有一天抓进去的，抓进去里面第一天，第一次抓进去那个牢房里面，哇！真是好像经历到那种人间地狱啊！一天啊，你知道那个一天多久吗？这等不到，等不到天明啊！看的东西结束的话，关进去的时候全部都是消气的，所以每天活在期盼里面，一天都很难过。Amen。所以感谢主呢，哎，所以今天我们有神的人，虽然环境是小境，我们看到神，我们不用怕了，我们靠神能够胜过吗？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帮助从谁而来？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啊，听得好嘞！我们的神不是单单一个信实而已啊，他是创造天地啊。Hello， 创造天地的神呢？还有什么东西他不能够帮助你？神是我们的
避难所，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在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阿门。哈利路亚，神是我们的帮助，你不用怕，神是我们的帮助。他怎样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还有什么东西他不能够帮助你？因为你小气，你不能够相信他，所以你每天活在惧怕里面。耶稣讲了，不要怕，只要信。你怕，你就不能够信，你不能够信，我帮不了你。阿门。你看，不是以前在我环境里，你听了是很容易的，对不对啊？哇，没有钱啊，什么什么哇，还住在人家屋子，还要五楼爬上爬下。今天我三个孩子，两个飞飞当当的，对不对？阿门。哦，我的孩子读中学了，三个都很乖啊，他们一个也参与侍奉，一个侍奉主日学，啊，跳舞，两个女儿有参与舞蹈，啊，我太太有在敬拜。所以他们没有来，他们有侍奉拜六，因为我们那边都有侍奉，他们有侍奉，啊，曾经去侍奉，阿门。所以你看到吗？心地能够转变我们，阿门。我们依靠神的人不用怕了，我告诉你呢，不用怕了。天空的飞鸟没有种也没有收，它去养活它，何况是你呢？我想问你，阳光、水分、空气，谁给你的？你们每一个月还那个空气费、水费吗？有没有？家里费有啦，阿门。这些东西他都能够给你，生命都能够给你，还有什么他不能够给你？是你信不过他，阿门。你每天活在期盼里面。来，我看看。第三点，来，季节讲消极的话，阿门。消极的话很重要，不要讲消极的话。季节讲消息的话，你要讲季节讲消息的话，来，我们读下来，民数记五十三三三至一三到三到一二三。但那些和他们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盛。但子中有人论到那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的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所以这一帮人跟加勒人一样的禁忌那个地方，可是十个人出来呢，跟会众讲的全部相处，阿门。生死在舌头前下。如果你每一天对你孩子讲消极的话，你再种一个种子的，你种豆，你最后要收豆的；你种瓜，你要收瓜的。清楚吗？你期待你的丈夫改变，你不要一直讲消极的话在他面前，你在背后为他祷告，宣告神的话，神的灵、神的话能够改变这个没有用的人。我这个人站在这边以前是没有用的，没有要救的一个人，明白吗？周杰伦是一个没有要救的人，走向世界给罪恶沾污的，可是他妈妈在祷告宣告神的话。阿门。Hello。你不要去讲这种消极的话，对着你太太，对着你妻子，对着你的丈夫，对你的孩子讲这种消极的话，不要讲，因为你讲什么，你会说什么呢？种，你讲话就好像那个撒种子呢，你明白吗？阿门。一样的，弟兄姐妹也不要每天呢，哎，一咕噜的，啊，看到消极的东西，啊，听到消极的东西，开始什么，在那播播什么广播电台。啊，三姑老婆、三姑老公出来了啊！不要，我们听到消息、看到消息是什么？祷告。神的，你听到、看到，你要祷告，因为神给你负担，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清楚吗？神把这个负担让你看到、让你听到，是吧？就是让你学习什么爱他，为他祷告。鼓励他，你要成为一个积极的人，不是要给人家的消息影响你，跟他消息，不要。跟你讲，跟别人讲，不要。阿门。别人消极，我们也跟他消极，我们也跟他想消极，就要这样一起死在旷野。家人跟耶稣也没有，他们虽然跟他们一起进去了，全部消极，讲消极的，看到消极的，可是他们选择什么？每天看消极，听消极，讲下家人讲积极的话。阿门。所以他们最后才能够得胜的进到迦南美丽神的应许之地。来了。
我的歌来了。阿门。所以你在讲话呢，话语很大的杀伤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Hello， 话语呢，你不要小看话语，这个话语呢，口是祸从口，不要小看了。哎，夫妻吵架了，不要讲离婚了，要来找耶稣了，不是为了祷告。阿门。不要讲那种消极的话，你在讲消极的话，孩子在听你。阿门。孩子会听到消极的话，他们也会负面的影响，他们也会自信心，他们也会那种没有自信心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做父亲、母亲的，我们讲的话要很小心。哦，不仅错了就。改，阿门。更简单，我们信耶稣，我们以前都是坏人，都是错的人，听懂吗？错了就改。信耶稣也是写信讲话，听懂吗？阿门。以前我们讲话也是乱七八糟的，误会连理一大堆，对不对？阿门。所以今天我们想什么？写信吗？改变，跟你们讲要改变。要改变。错了就改，不要死不改，听懂吗？阿门。错了就改。因为消极的话会影响整个。气氛消极，阿门。所以我们不要多讲消极的话。阿门。来了，把我抓进。来，我们看起来，看起来，读下来。A， 民数记14:33-38。来看今天耶稣比他们大会话了，来，14:33-36来一起读来。摩西所打话，不看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全会众向摩西化验言，这些大恶行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人的儿子耶稣亚和两名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阿门。看到吗？那些讲消极的话，最后讲整群人类，最后讲瘟疫，瘟疫突然间的这些人中了瘟疫死到了。你不相信啊？你每一天几个人在一起啊？每天讲消极的话，讲了三个月啊！你看啊，你的灵性死掉，你的信心死掉，你的生命呢倒退。真的，没有骗你的，你会看到这个状况的。你看他们最后的众人瘟疫，整个人穷死的最后一班人，你看38节，只有你看信仰跟这个家人呢仍然存活。为什么？因为他们讲积极的话，阿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误会的言语一句不要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阿门。所以我们要想造就的话，我们要学习讲话，我们不要一直讲那种消极的话。一些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都在讲消极的话，动不动就讲消极的话，对不对？骂孩子也是讲消极的话，不要。我们学习祷告，要讲改变呢，这个口要讲改变，讲积极的话呢。第一个学习祷告，阿门。你多祷告，你就少时间来讲这种消极的话；你多读神的话，你就给神的话代替了这种消极的东西。你每天操练操练，这个是要操练的。不是一朝一夕的，明白吗？你不断的读神的话，不断的竭心祷告，你的口里不断的讲积极的话，讲祝福的话，讲鼓励的话。我想问你，今天呢，你在跑，不小心你玩一个脚的电脑，你希望什么啦啦队 ？Hello， 你希望什么啦啦队？你要加一路打气的啦啦队，还是破人局的啦啦队？打气的啦啦队。哎，你明白吗？所以你在跑人生的道路，哎，你在讲谁走谁飞嘛？对不对？鞋手一定不会电脑的吗？谁鞋手不会电脑？谁要成功不会做错？我想问你，这边谁没有做过错的举手一下？如果没有做过错，我是很担心你的，你是不是人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过程都会错，对不对？当你做错的时候，你期待什么啦啦队跟你讲话 ？Hello。将心比心，当你
孩子做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过程？他们成长的过程是不是会做不好？我想问你，好是从不好开始是不是？是。会走路是不是从跌倒开始？是。哎，你都懂吗？哎，你明白什么吗？哎，所以当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开始马上的话讲消极的话，因为消极的话不能够导致一个人跌倒爬起来。我们讲消极的话，不能够看到一个错的人改变，他会变越消极。我看到孩子呢成绩不好，我们就骂他骂他，隔壁那个挺厉害的，我们所以你越骂他越糟。你要鼓励他，你是与众不同的，你有上帝的，还没？他不一定在学业很好，可能他在各方面有潜能，可能他没有天分。你要发现到你的孩子，上帝给你是产业来的。你去看圣经，上帝不会给你一个坏的产业。上帝给的孩子那是个宝贝，有些人要孩子都没有嘞，你有孩子还嫌呢，明白吗？还没？所以上帝给你这个叛逆也是好的，你要看好的，明白吗？上帝给你的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你没有选错人，你没有看错人，明白吗？还没？不要给梦比来骗你，看错人了，选错人了，我要英文了，不要，千万千万不失劝导，不要离婚，离婚了还有孩子的很无辜的伤害，孩子的心灵很受伤害的。因为我们本身呢是在两个家庭成长的，你明白吗？还没？所以不要讲那种消极的话，因为消极的就要怎样整情人嘞，整情人讲消极的，整情人都做得为你死掉嘞。一直讲了你每天在家里讲消极的话，爸爸也讲消极的话，妈妈讲消极的话，孩子也讲消极的话，整个家庭呢会带来平安喜乐，会带来爱吗？那个死死了气氛呐，在你的家里面，对不对？哎没，死气沉沉的 啊！教会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做错，我们为他祷告，鼓励他，不是的，幸灾乐祸，哎没，多加鼓励，不要泼冷水。有一天你也是会做错的嘛，对不对 ？Hello， 有一天你不小心也会跌倒吗？对吧？你希望人家批评论断你，还是人家鼓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还没？你是人，别人也是人，还没？所以你想造就的话，我们看到呢，会带来不断的建造，不断的建造。还没？还有林书豪认识吗？林书豪家很痛哦，对不对？林书豪的家庭呢？他父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的。林书豪认识吗？他影响现在影响很多了，那个台湾啊，很多运动员也信耶稣，他们也靠耶稣上帝呢。哦，在运动里面呢，也拿走了很成功的成绩。有看那个 VTV 啊 ，VTV 的吗？好消息电台有没有？有吗？那个是传好消息的，还没？所以跟你各位讲，你我基督徒也是要传好消息，还没？讲造就的话就是传好消息，明白吗？我们的口是带来一个祝福的口，不是一个破口。上帝给我们这个口呢，是拿来祷告、赞美、讲神的话、传福音，然后呢去鼓励人。去祝福别人的，阿门。讲神的话，造就鼓励，啊、哦，加油打气的，明白吗？你的生命啊，你的口呢，能够带来别人的祝福的话，他有一天站起来的时候，他会感谢你，因为那天你的祷告，因为那天你的鼓励，而今天能够站起来。哎，你高兴不高兴？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做错跌倒，你在幸灾乐祸，你对上帝问你，你会想怎样？不懂回答，哎，有天见面时来懂的回答，我不懂回答，好没？好，林亮，来，在最后一个结局，我们要结束，来，我们读下来 ，B。好没？
人也是神的儿女，他说的话，他在摩西面前跟百姓面前说的话，我们立刻上去什么得那地方，我们逐步得胜。阿门。哈利路亚。所以今天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阿门。我们如果得胜了，我们靠着主，虽然问题有会有，阿门。我们能够靠主去得胜这个问题，不要给这个问题成为绊脚石，我们要让这个问题靠主来成为一个踏脚石，明白吗？阿门。所以信仰耶稣，我们遇到问题，我们能够靠主，能够把这个问题踏在脚下，不是让他绊倒我们。阿门。明白吗？因为我们有一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他已经成就了。阿门。我们有一位主，所以他懂加勒，知道神，他靠着主能够上去，能够得胜。最后他们有得胜吗？有没有？最后他们有得到得地为业吗？有。神要让你进到神的命定里面，神要让你得到丰盛的生命，能够天上的福气、地上的祝福也要临到你，让你的福气呢能够破镜重圆。你该说了吗？你能够靠主，让你的问题能够改善，你的生命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能够起死回生。阿门。今天呢，我们来讲那个弟兄金店老板，今天他的生意呢越爱主啊，越给我主做时间啊，他两个生意比以前更好，奇怪哦，真的很奇怪，以前抓住金抓住金的生意没有这样好嘞。为什么呢？因为信主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一生最美丽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阿门。阿门。跟你哥讲，你靠主能够得胜。靠主能够得胜。不是在那边争来争去，你胜我胜，然后你是夫妻吵架，你要争那个争这个赢这个那个赢，不是。两个人回到主面前，你们的问题就能够得胜。阿门。对啊，夫妻夫妻吵架了，就是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要讲道理，道理讲的啊。有些人对牧师讲，哎呦，牧师啊，你不了解我啊，我的家庭有理说不清啊，有理说不清就不要说了，来靠主得胜了，阿门。你的征战啊，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妻子，是那个恶者要破坏你的家庭，你不要上当，不要靠主得胜他，阿门。我不活在严刑家庭的恐惧里面，听懂吗？有时我们给我的原生家庭影响，我们相处也是一起用他的原生家庭，他的严刑家庭，所以两个严刑家庭带来什么？不能够合一，过了把我们的原生家庭也教惯了我们的孩子，所以带来很凄惨的。你回到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他要让你的家庭幸福。我的孩子，我代代全部都在神的祝福里面，因为我所赐的父子并不在这个地里。虽然我原生的家庭不好，不代表我现在的家庭不好，因为信耶稣造主已经脱除了，明白吗？阿门。这造主要离开，你要宣告，你要相信，你要依靠这位神，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很多人不敢结婚，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们年轻家庭的状况。所以我告诉你，你不要怕，只要你信靠耶稣，找到一个爱耶稣、能够靠耶稣的，我告诉你的家庭一样会让上帝来祝福幸福的，明白吗？阿门。上帝就是来了，他爱我们，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为什么？把这个爱、把这个福气、把这个经文、把这个福分从天上带下来。阿门。他是我们的爸爸。Okay? 来，最后一个，我们读三，拒绝想消极的话。Okay? 请出来。
耶稣亚记十四章第八节，然而我上帝所以呢，加勒呢，他不让这个消极的想法来影响他，他专心跟从神，阿门。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消极的东西，听到消极的东西，我们会听到别人讲消极的东西，可是我们不要给他影响，我们专心跟从神。谁能够救你？是人救你还是神救你？神。谁给你救恩？神。谁带能够救你上天堂？心不要给自招的人事物转移了，家人们，但我专心跟从神啊。虽然跟他们一起上进，看迦南地的这些人出来了，他们都给百姓呢心消化了。可是家人呢，跟耶稣亚呢，他们专心跟从神。阿门。不要给现在的世界的局面呢。现在很多老钱出现了，已经玛丽了没？玛丽玛丽玛丽啊！现在很多人玛丽玛丽，每天睡觉都想玛丽玛丽。哇！一听到玛丽宴，有的赚了包赚的，投资下去很多玛丽宴嘛，哎，最后玛丽都没有了，最后每天就在那走来走去，玛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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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去党会那边玛丽玛丽玛丽。不要被骗了，心不要转向世界啊！不要转向那个世界的方法，转向神啊！神不会带你去死路啊！阿门。你看我今天心专心尊重神二十多年了，神从来没有给我做期待啊！阿门。我不会，你讲那种状况，不会面对消极啊！孩子一天一天长大，孩子一天一天需要，我三个孩子呢。Amen? 可是我专心依靠神，神不会让我做清单，神不会带领我走死路。Amen? 神带领我去到耶和华所命定的永远的生命里面。Amen? 专心跟从神，跟你各位讲，你要专心跟从神。Amen? 我告诉你，你两夫妻专心跟从神依靠神的话，你会看到你的夫妻的问题一定改善的。让神来做你们的神，让神进到你的婚姻里面破镜重圆，让神进到你们的家庭，亲子关系要和好。在神没有完成的事，我告诉你，我真的是一个大坏人。如果我今天拆开衣服啊，刀痕低度一大堆，一个坏人没有要救的。上帝爱我这个罪人。阿门。可是我专心跟从神，神改变我的生命。阿门。阿门。所以不要想那种消极的东西，不要动不动就想消极的东西，不要动不动就想要死，不要动不动就想要我要死，我要完了，不完都给你讲到完喽。阿门。在神绝对没有完了。今天告诉您，其他的弟兄，你来信告诉我，我会给你。神的爱你。神在高山深谷，他陪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一个感动，就是夫妻呢要走出来，夫妻，我要为夫妻特别有感动，我为夫妻祷告。你们的关系呢，虽然看来是没有什么，可是里面呢那个裂痕已经开始了。今天牧师有感动，你们是夫妻走出来，走出来，今天牧师要呼召那个夫妻，哦，夫妻走出来，上帝很爱你们，上帝要看到这个破镜重圆，因为你们很重要，因为你们会影响你们的下一代。你们下一代就是仰望你们，你们要回顾那个起初的爱，你们一定要被建立起来，因为你们的孩子就是你们的，就是仰望你们的。牵住手，很久没有牵手了，牵住手，不牵手了。
主啊，很感谢你，仰望主。是我今生所仰你。你没有信主的也可以出来，夫妻出来，耶稣很爱你们，自己出来。包括其他的祷告，我们才为你们祷告，我们先为夫妻祷告。好，其他的他如果要祷告，可以等候你。如果你们是夫妻的，可以出来。不是，今天要为夫妻祷告。你怎样爱我们，我们要怎样来爱对方，让你的爱再次进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爱能够再次回复那起初的爱心，能够来彼此相爱。主耶稣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伤害里面，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愿意选择饶恕，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关系要因着你的爱再次的回复，医治我们多年的伤害，年龄的伤害，行为的伤害。主耶稣啊，今天晚上我来到你面前，我们渴慕你进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夫妻关系能够因着你的爱，你的圣灵再次来动工，来医治我们，来带领我们，能够有新生灵合力，能够来建立美好的婚姻，能够影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让你的爱知道千代，临到我们的子孙。谢谢你耶稣，听我们的祷告。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夫妻是属于耶稣的，耶稣的宝血都会遮盖。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用神的爱彼此相爱，每一天都要建立神的爱在我们的家庭，把这个爱带到我们的家庭，你爱进入天堂。谢谢你听我的祷告，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祷告。阿门。阿门。希望你要祷告给神。